出题结束。好，那九州这边是先手，四个边选一个方向吧，就位置选一个中心点，可以。哎呀，第一个棋格是白色，来我们看一下长队这边已经选好了，是蓝色。看一下短队，我觉得跳开一下，要不然就往这个或往这边方向。我觉得中间是肯定有，随便选一个了。我觉得就这个可以，这一块哦是白色。那长队这边，好是蓝色。那其实区域确定还蛮快的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挺好的。对啊，这块和这块吧，我就这块就。是蓝色，来我们看一下长队，是白色。就如果这也没有的话，就这一块是肯定不会有的。这块不会有的话，那就我觉得是有可能这个到这个或这个到这个，是它是相对较密集的一个，因为这块也是没有的。就是，这个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唐九州，撕出的是蓝色，现在轮到长队，撕出了白色。往上走，我在想这个，我也想是这个，就这个吧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就这个，可以可以，我的。恭喜短队找到了第一个鸡头，现在轮到长队开始紧张了。蓝色，我们看一下短队。不，第一个不太可能，因为现在只剩二三飞机，二三飞机现在只有四个，第一个是不太可能。往这边或者是这下面，这下面还有没有？那就试一下这边嘛。可以啊，要不沿着它往上撕一下，或者往边上撕。我觉得往边上撕，可以撕吗？不是，你要跳，你要就是稍微跳两到三个，去确认区域。我觉得要确认一下这边吧。好。我还是建议这个，因为二号的话是这样，三号的话是这样，试一下吧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既然想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确定了是不是？看一下短队这一次什么颜色？五是红色，短队遥遥领先。当对方连续翻出两个鸡头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。长队白色卡片，现在又轮到了短队。咱们现在唯一要确定这是二号飞机和三号飞机，不同在的点在于这个格。如果这格是空的话，是的，这就是三号。如果这个格是蓝的话，就是二号飞机。但我觉得恩熙确认这一块比较好，因为确认这一块同时能把这一块确认。可以啊，这两块我觉得都 OK 的。蓝色，二号飞机，二号是。要不你来。啊。长队，给你想一下。想四哪个？要爱的是还是三个？都行啊。不，我觉得这个有可能。哪个？这个。不，太边上就没有意义。长队的学生们，要不要加一下油？加油！在我们舞台上，不到最后一秒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。是这个吧？又是一个白色的及格，现在轮到短队了。我觉得会不会这个？这是鸡头，然后它尾巴是这样摆的。机型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可能试一下，我觉得有可能。齐思君，你们这边已经决定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是什么颜色的。哇！今天有了。准备专业的掌声！好，恭喜短队在拳击头3.0这个游戏中获胜。
那长队的学分不好意思，请你们进入观战区。三个鸡头放在一起，这是这一季我一定要尝试的一个策略。但是由于今天有学分选阵营这样一个设置，在我如此冒险的策略下，直接让最开始支持我们的那一波学分被淘汰，当时其实心理负担突然一下变大。长队要给你们的学分一点信心好吧。好，现在在支持短队的朋友们跟你们说句话，你们迟早会有一部分支持我们长队的。